王龙，男，苗族，中专文化。1982年5月生于纳雍县猪场苗族彝族乡一个偏僻的苗族村寨。因受当地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小就跟随滚山猪传承人王景全学习苗族芦笙舞。10岁时就已在当地苗族传统节日花坡花场上表演芦笙舞技艺。现在是六盘水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民族民间艺术班的聘任教员。1997年因家境困难辍学在家，同年4月组成纳雍滚山猪表演队在贵阳红枫湖苗寨定点演出。1999年5月在黄果树风景名胜区演出，随著名芦笙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金欧老师学习芦笙吹奏，一年来基本掌握了15管、18管大芦笙的演奏技巧。2000年赴云南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演出近2年，主要表演苗族芦笙技艺舞滚山猪节目。2002年进入云南昆明金孔雀艺术团参加演出，主要表演的是民族民间舞蹈芦笙和葫芦丝的演奏。2004年4月8号考取云南印象杨丽萍歌舞团，随着著名舞蹈家杨丽萍老师学习民族民间舞蹈。同年7月随云南印象赴北京参加巡回演出，在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表演达20余场，受到了海外观众的高度赞赏。2005年元月被六盘水市群众艺术馆傅兴平老师聘请参与在夜郎文化艺术中心任教。2005年9月被六盘水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聘任为民族民间艺术专业课的聘任老师。2006年7月组织编排节目参加六盘水市萧夏文化节大型文艺演出。同年8月参加黔西北5县区苗族芦笙舞笙王争霸赛中荣获优秀芦笙首奖。同年9月又随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主办的遵义会议勇放光辉赴北京、成都等地参展，受到副省长王富裕、省宣传部李军等省委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2006年11月在参加贵州第6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比赛中，参加的编排和表演的乌蒙苗族芦笙舞荣获金奖，彝族铃铛舞获铜奖。2007年4月参与表演与编排的乌蒙苗族芦笙舞荣获2007年贵州舞蹈大赛水城海选赛原生态舞蹈一等奖，苗族芦笙独舞芦笙魂获原生态舞蹈二等奖，彝族舞蹈铃铛舞获中山区海选赛原生态舞蹈二等奖。2007年6月29号赴贵阳参加黄果树杯2007多彩贵州舞蹈大赛，2007年6月30号编排的舞蹈芦笙魂参加多彩贵州舞蹈大赛决赛荣获铜鼓奖。同年7月8号编排表演独舞芦笙魂参加中国新艺术节比赛获一等奖。18日参加贵州省中国新艺术节决赛，已录取参加全国总决赛。2007年11月8号编排和参与苗族芦笙技巧舞参加全国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表演项目技巧类第一名，荣获金奖，受到贵州省省长、副省长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张文友从南开花场走出，南开、金盆、宝华的苗族芦笙手受其熏染，相继成长。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日报称之为芦笙之精灵在狂舞芦笙魂，东方霹雳舞名震艺术节。历年来先后有日、美、英、法、俄、德、意、荷、加、台、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文艺爱好者前来南开跳花节观望，并前往海发旅游采风。中央电视台前来设置过苗乡行等节目，在走遍中国栏目所设置的芦笙王争霸赛中，王龙和祝金燕分别获得男女第一名。广西电视台也来海发拍了专题片。在张文友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50周年纪念会上，海发的芦笙手们表演了芦笙的家园、花场、庆丰收、滚山猪等28个节目。表演者中多为风华正茂的男女少年，也有7、8岁的儿童，可谓苗族芦笙文化传承发展的大展示。
其中蹲跳、弹跳、摆步、旋转、倒立、翻滚、跟斗、扫腿、造型等等舞姿和招式，无不在向专门有所表演的芦笙绝技境界迈进，并增添了许许多多的发展成分。只有民族传统的文化艺术才会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无比的魅力。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的根，也是其进一步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苗族的芦笙文化是瑰丽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殿堂中的一项瑰宝，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一项独特难得的旅游资源。深信其定会发扬。